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你的记忆卡，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你的档案损毁，没有办法读取，或者是你需要格式化你的记忆卡才可以继续读取等等的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你这一张记忆卡，或者是你读取这张记忆卡档案有损毁或是遗失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辨识那一张记忆卡，就没有办法读取那一张记忆卡。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从 Hi, my name is Kai Wan.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我们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档案损毁，没有办法读取。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那一张记忆卡，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你的档案有损毁。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需要格式化才可以继续读取那张记忆卡，那遇到这些问题呢，你肯定会超级紧张，不知道到底是要该多插拔几次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呢，还是你要拿去救援中心去救你的资料。那今天呢，有一个软体公司叫做 Tenorshare 提供我一个救援软体，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测试。 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档案危机就是 Jesus.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档案危机，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这张记忆卡，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你的档案有损毁，没有办法读取，或甚至是你，嘘，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遇到这些问题呢？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这张记忆卡，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你的档案有损毁，没有办法读取这张记忆卡。损毁 ，Jesus Christ, super hot.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
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就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我们的记忆卡，或者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发现我们的档案有问题，或者是你需要，哒哒哒哒。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常常会遇到。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这张记忆卡，或者是插到电脑里发现我们档案有损毁没有办法读取，那或者是我们需要格式化那整张记忆卡我们才能继续使用等等的问题。那你发生这些问题，你肯定会超级紧张，不知道到底是要该多插拔几次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呢，还是你要把它秀。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这张记忆卡，或者是你插到电脑里，你的档案竟然有损毁，或者是你需要格式化整张记忆卡，你才有办法继续使用等等的问题。那我们发生这些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渣。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么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或者是你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发现你档案遗失有损毁。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档。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读取，或者是插到电脑里发现哒哒哒。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像是我们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办法正常的读取。或者是插记忆卡发生你的发现发生。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呢，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那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像是插记忆卡插到电脑里会发生。Jesus Christ.